落晒嚟咗啊！佢究竟嚟呢度做乜嘢咧？史提芬陛下，今日你呢度好热闹噃，有诸侯大臣、皇亲国戚，仲有仲有三只飞妖怪。我好奇怪，点解仲未收到陛下嘅请帖？因为冇人请你啊嘛，请。我相信冇人夠膽咁大胆嘅，一定系陛下一时疏忽啫。既然系咁，我走啦。系啦，希望你千祈唔好介意。哦，我唔会介意嘅。不过既然我一场未到，亦都好应该送翻份礼物俾小公主。所有嘅人都要听住。小公主会在欢乐之中慢慢长大成人，而且受到大家的爱护。但是在她16岁生日当日日落之前，她其中一只手指会被纺织机的针刺伤，然后死亡。母你捉住个女王，你呢班走狗，我卖你啊！